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，我是小球庄娟英，李先生，我是西西孙胜熙，我是陈林九，三十万年老虎钳，我是赖慈宏。他要推荐一个演唱会给大家，音乐非常的好听，然后我听起来非常舒服。那我们最喜欢他们的歌是《独一》，还有一首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然后歌名很长，叫做《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》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舒服。之前他们来台北的时候，演唱会都卖得非常的快。让我非常羡慕。然后记得哦，3月9号，3月9号，房东的猫要在台大体育馆举办演唱会，大家一起去支持他们，记得去支持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台大体育馆支持他们的音乐。